好了，哇哦，他说从4个人选出3人为圆桌，只考相对位置，用这种不同做法。好了，什么是这个相对位置呢？相对位置只是考虑你前后是谁哈啊，就是座位没有编号，OK？反正你这里是座位没有编号啊，座位没有编号的意思哈，就是我们刚刚有讲的没有编号，OK 吗？我们考虑顺时逆时针就好，OK 吗？是指相对啊，这是相对，OK 吗？不是绝对啊，绝对是有编号的啊，相对是没有编号，OK？相对哈，好来。好了，4人围桌有多少种方法显示？作图显示就有做法。嗯，不错，这个 DIY 就看看我们有没有，就把它列出来哈。来，围成4人有做嘛？啊，你先想直线嘛，4个人不同3人，对不对？先想直线，以后围圆桌你先想直线，对不对？4个选3个出来排列是直线，但是一围成圆桌，对不对？所以3个人嘛，每3个对不对？当一个嘛，有没有？除以三哈，有没有？这样可以吗？之前有讲过嘛，A、B、C 对，每转一圈嘛，这 A、B、C 对，这里说好 A、C、B 对不对？每转一个哈，有没有？这3个都是一样对不对？好了哈，这个环状里头嘛，A、B、C、A、B、C、A、B、C，哎，这个不对哈，这 A、B、C 这是啊，这个哈 A、B、C 哈一样哈，好，4P3 除以3，那答案多少？4P3 除以3啊，8个哈，好哪8个呢？你不要很悬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小题好了哈，第一小题啊，第二小题哈，啊，第二小题啦，第二小题把它做出来。好，选三个对不对？你假设是 A B C D 好不好？它有 A B C D 啊，我们就简单讲 OK 嘛。你可能选到 A B C 对不对？选到 A B C 嘛，你可以选到多少 A B D 对不对？有可能选到多少？A，A B B，A C D 对不对？选到 A，B C D，OK，这4种选到这3人，我们再来排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再来排？OK 啊？好，选到 A B C 对，你可能是 A 这里啊，你选到 A B C 对，所以 A B C 哈，哇 A B C B C A 这样啊。A、B、C 3个里面是不是只有2种？你刚刚我们讲过，只有这2类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A、B、C 啊，B、C、A 啊，C、A、B 都同一类，这里呢，A、C、B、C、B、A 啊，B、A、C，可以吗？是有这2类哦，所以 A、B、C 做出来就这2个了哈。啊，环状 A、B、D 呢？好啦，一样。哎呀，这个就来，这个是 A、B、D 哈。啊，A，D，B，OK、okay、吗？还有嘞，A，C，D 嘞，就是这2个哈，来，A，C，所以刚刚那个重点要会看啊，要看懂啊，不要直接看这个例子，要看刚刚重点哈，D，C 对不对？A，B，C 跟白有6个嘛，最后只归纳出这2个对不对？好嘞，这里嘞，B，C，D 都好，B，D，C，啊，就这8个哈。可以吗？这个两个，这两个，这两个，这两个，好了，这个要会啊，要会列出来哈、啊，要不然人说8个啊，你列几个出来看，可以吗？排列组合到后面啊，有时候真的不晓得，就是暴力法把它列出来，这有感觉哈、啊。好，就这样啊。